新老板到了，快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贾梅过来过来快点，花儿准备好了，快快快快快。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公司新上任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同刚先生，欢迎。陈总您好。下面欢迎陈董给我们讲两句。我们公司有微信群吗？有。扫我一下，把我拉进去。好了，我在群里发了个红包，大家抢一下吧。那个，请问我办公室在哪？我抢到了。我又发了一个更大的红包，大家继续抢。可心，小陈今天已经顺利接受智瑞天劫啦。那接下来，修行就看个人了，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。如果他业绩做不到一年1000万的话，你们就此分手。行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小陈他很优秀，绝不会让我失望的。算人大的，都不收你钱。喂，怎么了？我这个计划书还没完事儿啊。啊，催着呢吗？客户都催我了，我也催着呢。哎、快点啊！过来过来，先跑10分钟。开始，擦干净一点，啊、公司的卫生。等一下，过来。就是领子要注意，注意公司形象。好干，过来。老板，你们这干嘛呢？快点，我着急呢。别动。注意形象，哎，平时要健身的。老板，慢点。阿姨，跟我来。就按照这个来。我们这次做的这个项目呢，具有非常强的地区性，总体优势呢就是工艺、技术、装备水平强。坐。哎，大家坐坐坐坐。哎，你们继续。行，那我们接着说啊，我们这次的总体战略呢，这是霹雳吗？你配额比多少买的？配额比不是啊，配额比啊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包10万块，你要先买够10万块的东西，才有资格买这个包，这个就叫配额比。我上周给我的女朋友刚买一只同款，我买的二手的，虎皮的，这满大街都是。我们继续啊。好，那咱们接着开会啊。这个品牌啊，现在已经是国际的知名品牌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它的市场网络上一定要。